其实我有点莫名其妙，然后就是刚刚有、你是被推下来的，算是被推下来，就是因为我都一些东西东摸摸西摸摸 ，OK， 然后等一下哦，因为比较担心的是，原本我对区块链的想法是有误解的，然后后面我终于知道说他们是在把原本的文章，因为香港的那个政治那个政那个。局势比较混乱一些，然后他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章一般就我们会作者会发文上去，然后他们第一部分是说他们的去中心化需要有多一个多点人的电脑，然后增加那个新的节点，然后这边是有安装教学，虽然我还没有尝试过，就刚刚刚才了解。就是说，需要多一点的电脑，以便那个去中心化，就是一个人的资料不见了，但还有其他人，还有相同的资料可以使用。然后第二个是 Like Lander 的那个插件，就是我们一般的拍手，真的拍手的过程，他们到时候可能也是拍完手，可能就是五下，他们会把这个部分的文章去上传到区块链去。有点太快，我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。因为他这边的，等一下，你要关掉吗？因为等是方便的生物啦，就一般。这个套件原本就是说，与创作者他们文章发布完后。会先把它用成区块链的方式，所以他们的文章后面其实就不会被篡改或者消失。然后现在的部分是说用 Like Lander， 它这边有很多的平台，它可以去使用这个部分的套件。啊，对，直接看这边好了，就是一般这边的三个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我讲不清楚。对，就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三点，电脑的人去参与节点，或是他们的浏览器的套件，然后这个套件可以让文章上传到区块链，以及后续可能就是原本拍手奖励变成拍手五次，他们会重新拷贝到新的区块链上面，以防止好的文章被消失或是掩盖，大概是这样。好的，谢谢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第三号文件哦。好的。